艺术的气息，练舞之人平时也要听听音乐，陶冶情操。哇，这手速，这小男孩莫非是武林高手？啊，嘿，哎，小朋友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坏人。我只是想说你，哎呦，钢琴弹得真好，小童。比赛就要开始了，这是你的号码，8号哦。妈妈，我不想比赛。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你好好比赛，不要丢我的脸。艾虫，改造黑石兵的进展如此缓慢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？卫兵大帝，只是一点小麻烦。这一次，我创造出更强大的机械兽，祝您成就大业。你注意安全，快去快回吧。卫大帝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废物。参赛选手准备入场。去吧，小童，加油哦。我不要比赛，我不要在别人面前弹琴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小童已经变成机械兽了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小童不可能是机械兽。不要靠近我。醒醒，醒醒啊！呼叫林聪，少宁宫出现机械兽，请求支援。收到，我们马上到。黑之炎散播成功。这机械兽可是刀枪不入，神兽战队有苦头吃了。我不要参加比赛，我不要在别人面前弹琴。小童，你先冷静一点，不要靠近我，不要靠近我。怪物，少年宫门口不能撒野。小童，住手。我辞职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守门口了。胜利。大家变身准备战斗吧。信任伙伴，心心相印，一心增加武装。他的外壳可真硬啊。那当然了，
也不看看是谁制造的机械兽。爱成大人慢慢飞，小蜜蜂们永相随。怎么又是你们？什么叫又是我们呢？人家可是为你们精心准备了这份大礼。逃避机械兽，灭了神兽战队。我不要进攻，我不要在别人面前弹琴。你可是有着最强的装甲，你不想让别人看看你多厉害吗？我厉害吗？我厉害吗？当然，上吧，展示你自己吧。机械兽被换了，我们召唤机甲战斗。小童，你听得见吗？不要过来，小童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你真棒。要赶紧把它恢复，不然会造成更大的破坏。先想办法击破它的外壳。火好炮，速射炮。成功了！在挠痒痒吗？你们撒娇的样子真可爱。逃避机械兽，展现你的威力吧！我不要进攻。爱主大人，你这机械兽不太好使啊！闭嘴！我不要进攻！别在这里丢人！你以为我真心夸你吗？赶紧给我上！不动手，你就是一个废物！是好可怕，好可怕！虚拟世界迷人眼，家人朋友看不见，这可不好。以为逃避不沟通，问题只会更严重。那怎么办啊？勇敢说出心里话，面对问题想办法。好啊好啊，守护大家神兽警示。